用让怎么说？白如玉会跟马鞍童说什么？白如玉会跟马鞍童。不可以骑走他的新脚踏车。那用让呢？他的朋友骑走了白如玉的新脚踏车，这件事让白如玉怎么样？白如一生气，很好，让白如玉生气。好，他会跟马鞍童说：“你为什么让你的朋友骑走我的新脚踏车？”好，这里是让，有没有问题呢？没有问题的话，请按举手。好，双满，你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。好，手可以放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语法，快一点，一起说，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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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如果有人动作很慢，你可以跟他说：“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们上课了，快一点。”好，第一个句子，请丽媛。天已经快黑色了，我们快一点。因为要来不及了，电影要演了，所以我们快一点。好，第二个句子，请美玲。哥哥跟弟弟说，不要上网了，快一点去睡觉。很好，哥哥跟弟弟说不要上网了，快一点去睡觉。好，第三个句子，请俊文。我们不快一点第去。三个句子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你最好快一点决定，这个房间可能很快就有人住了。很好，你最好快一点决定，这个房间可能很快就有人租了。第四个句子，请安康。我们不快一点去吃饭，那家店可能就休息了。很好，不要放在快一点的前面。我们不快一点去吃饭，那家店可能就休息了。好，第五个句子，请嘉玲。第五名。对。你不快点来尝尝这个点点，就会怕被大家吃光。你不快一点来尝尝这个甜点，甜点，甜，二声甜点，大家一起说甜点，甜点，甜甜点。甜。好，什么是甜点呢？可以告诉老师一个你喜欢的甜点吗？紫薇，蛋糕。蛋糕很好，美玲。告诉老师一个你喜欢的甜点。Candy。那是什么？再一次。Candy。哦，是印尼的甜点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店的。叫，甜的，甜的。
好像一个 lollipop 啊，所以是棒棒糖吗？对、哦、好，那你喜欢的甜点是棒棒糖，再说一次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很好。俊文，告诉我老师一个你喜欢的甜点。果汁。果汁。安康呢？安康，你喜欢什么甜点？我喜欢冰淇淋。冰淇淋，好，这些都是甜点。好，你不快一点来尝尝这个甜点，就被大家吃光了。好，所以好，我们刚刚学了快一点，但是快一点后面可以加 verb， 可以加动词。快一点做什么？快一点吃。快一点看，好，这个是 hurry up 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你的 verb 放在前面呢，吃快一点，看快一点，这个是叫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快快快快快，不太一样哦。一个是时间，快一点来不及了，一个是指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好像是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走慢一点？走慢一点，慢慢的走，走慢一点。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去？慢一点去。我的腿很痛，想回家了，你可不可以吃快一点？我的腿很痛，你但是找不到我的手机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快一点找？好，还可以说什么呢？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？美玲，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接我？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接我吗？去接你吗？对。好，很好，可以。好，那还可以用什么呢？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？紫薇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快一点帮我起来。我的腿很痛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帮我起来？他可能不能站，他坐着，所以要帮快一点帮他站起来。好，龙发，这里可以说什么呢？丽媛，这里还可以说什么呢？你可不可以走慢一点？很好，丽媛说你可不可以走慢一点？
董发说快一点过来送我去医院。很好，你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练习过了，等一下我们要玩一个 bingo bingo。 这个 bingo 呢是只有两边的，等一下老师请你们把这个上面的你随便放，这里你想写快一点跑，你想写走慢一点都可以，反正每一个格子都要写上面的这个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对话。老师可能先请嘉玲说一个句子，可能嘉玲说你走太快了，那嘉玲你可以找下一个人，下一个人就要说哦，走慢一点。如果你这里写了走慢一点，你可以把它撕掉，你要从左右两边这样开始，最后你剩下一个的时候你就赢了，可以吗？懂吗？等一下的 bingo 我们从左右两边开始，左右两边开始，你要这样一个一个画掉，到有了才可以画掉，一直画到中间你剩下一个你才赢，可以吗？好，老师先给你们 link。请你们去 whiteboard feed。 去了 whiteboard feed 以后，哦，对，这里老师看到大家了。好，老师现在给你们这一个，有吗？你们看得到？哦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请你现在在这个格子下面写上你想要的，你可以从这里选，你可以这边写一二三四，或者是你想打字也可以，打字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按 A， 你可以在这里打字，你在这里每一个格子写上你想先写快一点跑或者是慢一点吃都可以，每一个格子都要写上这里的句子，走慢一点，吃快一点，喝慢一点，说慢一点，快一点找，这些这八个都要写进去。Thank you.